大家好，我叫杰夫，我们现在到巴朗山8:30，现在去爬巴朗山的山峰5072。之前是爬过4083，然后这次又来爬5072，希望能冲顶。从这里就开始爬山了。一开始就是很陡的坡，一直上山，这边就是要注意节奏跟高反。有拦的这个牛棚，我们快要到牛棚了，但到牛棚才走1/6，走了一个很高的爬坡，到了平缓的地方走牛棚，走完牛棚应该就是更厉害的陡坡了吧。从牛棚开始就走灌木丛了，灌木丛有很多条支路，我们走了一半，现在开始爬碎石坡了，还没看到山顶。这边才叫真正艰难的部分，特别难爬。这就是绝望坡，走到绝望的绝望坡，看看，哇，一陡一陡的，踩的都是这种碎石。绝望坡，看一下这个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，滚下去砸到人就不得了。
快点，感觉说下去的话一两分钟就可以说下去。上面有一块红旗在那里飘摇，这里风应该很大，景色也超美的。我现在正向最顶端走过去，哇，我就踩在这个云海上面，哇，呜，到顶了，呜，哇，哈，哇，哇 ，so nice。这边下面就是悬崖，这里呢看到我整个的人影。我们是8:30出发的，现在是3:30，我们终于到顶了。最后一段路特别特别危险，关键是刚刚有一个同伴从上面踩了一个超大的石头，哇，对着我的头脸砸过来，差点砸了我脸，稍微偏了一下，幸好没砸到。如果真的砸到的话，大家可能见不到我了。我叫杰夫。嗨，我是小小米。我叫徐老。哦，我是樊奇。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幺零。八郎山507。八郎山。他没听懂，我们重新。507。我们登顶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快乐，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每个山峰都能登顶，啊！安全是回家的路，对，每次都平安回家。玩到4:30，然后下车。希望下去安全，因为这个坡还是有点危险的。下次不来了。我们从这下面爬上来的，特别特别陡。象山这个陡坡我都是滑下来的，滑得飞快。顶上有一只网红狗。